陶色的 FSC 木塑料正在生产中。这种木塑料客人要求入住成型以后，表面要好看，要光滑可爱。为了达到客人的严格的要求，我们做了不少的努力进行改善。现在国外的客人要求塑料不但没有 GRS 可塑源认证，连木粉也要有 FSC 认证。就是说你用来做成木塑颗粒的木粉到底是从哪里来的，是不是用这个正规合法砍伐的树木加工出来的木粉，具备 FSC 认证的木粉来生产的，这个是一个环保的要求。